哎，大家好，很久没有在家里录视频了，因为今天比较懒，外面下着雨，所以说就不出门了。那视频还是得做，对吧？这个功课必须得做完。先喝口新冰乐压压惊。然后先给大家说一声抱歉，昨天晚上由于我的技术太菜，水平太差，然后输了啊，没有为国争光，在这里给大家说声抱歉。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其实有蛮多不同的这个声音的，我在这里先做一个解释啊。大家其实在片头的那三张图片可以看出来，就我其实在和吉米讨论着什么，就在说的话。然后呢，我上台和他说话握手，包括送他香烟啊诸如此类的，是因为我知道轮到我了我上去的。结果和他聊半天啊，然后我朋友也给我拍照，然后那个摄像师也给我拍照，摄像师的照片后续会到啊，到时候在 Facebook 上面应该会拍出来。然后呢唠半天，那也没有拍那个聊天的这个视频，因为是在拍照片嘛，拍握手的照片和交谈的照片嘛。结果他妈搞半天不是我在打，就是下一轮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女孩子，你知道吧？就搞得我很尴尬啊。然后那段视频就没有了。所以有人说啊，你他妈吹牛逼，你说什么吉米外特给你名片，要和你谈什么生意都是瞎扯。那我告诉你，其实看不同的人嘛，就我举个例子啊，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来了一个人张头鼠目啊，你说要和你谈一个大生意，你信都不信，就跟聊都聊不下去。我呢虽然长得张头鼠目，对吧，人又看上去流里流气，就不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为什么穿上这件花衬衫，为什么打球，因为我打球打比赛都喜欢穿背心，因为这样的话不会碰到球，然后施展也施展得开。但昨天那种它其实不算比赛啊，所以说我为了让外国人喜欢，那帮老外啊，我走在大街上穿这件衬衫，有他妈至少目前为止30多个人想买我这件衬衫，你知道吧，就直接脱下来给他就行，哎，大概就这意思，他们非常喜欢，我也不知道这件衬衫好看在哪里啊，反正就是喜欢啊，没有啊，我说只有一件啊，脱下来我他妈穿上，对不对？然后最多的一个人是拿了$200给我，说要买这件衬衫啊，这个不吹牛逼啊，在帕山的一个那叫什么来着啊 ，Skygate， 叫哪个餐厅我忘了，不是 Skygate 啊，不去管它，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才穿这件衬衫去打。那因此我在和他沟通的时候，请相信我，我视频里面说的内容没有一句是假话。我说你抖音开个账号啊，中国的 TikTok 啊，对吧？然后我没时间翻出我的手机给他看那个亨德利和奥沙利文在上面开的账号，为什么？因为我的手机在被我的朋友拿着拍摄啊，不相信的话没办法了，能看见吗？名片，全场28个选手，在我之后有没有人拿到我不知道，但是我拿到了，他让我联系他。但你们要知道，英国人的英语以我这种小学生英语是听不懂的，就能做简单的交流是不错的。就像我平时和那帮老头子球房老头子交流英文的话呢，他们是刻意放慢语速的，刻意用一些简单的单词来让我明白的，刻意不用语法，会照顾我的，所以说我们沟通的会很愉快。但是像他这种不长期待在这里的话，很难有这种觉悟啊，很难有这种觉悟。所以这个第一没吹牛逼，第二我们对于这个结果有两种看法。第一种，如果昨天那颗球打进了，我觉得青苔难度不大，对吧，就打完难度不大，那么真的要赢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哪怕评论区说哇操你好菜，哇操我多强，就那些人你想来赢他我认为也不可能，知道吧？你觉得可能啊？你想赢他就真的想赢他，就他如果不放水你想赢他，别人底子还在的，没那么差的，对不对？所以赢不赢他不是重点。然后就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上次和我聊天的那个以色列人，那天我和他说我要和吉米外特去打球了，这逼说哎，他说以前去年还前年19年，对，19年在球房，在那个 Mega 的这个球房他和他打过，也是花了1000泰铢打的。然后他说那一场是怀特开的球，没球下他把台清了，然后洋洋得意。于是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1000泰铢没有了，大家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不太懂啊。就因为首先我肯定是要拍视频的，对吧？然后其次，如果我真的开球进球，并且一杆清台，他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假设好吧，假设因为这种桌子啊，清台率不低的。如果我带自己的杆子的话啊，他连上场的机会没有，我他妈这个视频做啥？所以我当时就给那个以色列的犹太人，我说你他妈作为犹太人，
别人开了一杆球，你妈逼把球清台了，然后最后吉米给你竖个大拇指说我操你牛逼，对吧？你就很开心。但是换我，如果有机会打到中八的话啊，打到那个最后那颗八球的话，我绝逼是要么做防守，要么打翻盖，就故意指另外一个袋。因为昨天在打球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几次表演性质，对吧？比如说四库打黑八啊，撞黑八进球进袋，这个也各种表演啊。所以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他玩，这个叫娱乐。像以色列这个哥们儿，我说你他妈给我100泰铢，我帮你开一杆球嘛，你来听嘛，对不对？这，哎，我不知道大家的思维啊，这脑子是用来干嘛的？这你那么认真的去赢他干嘛？又或者是输了又能怎样？我实在不太明白啊。就是如果把这件事情，把这个视频放上来之后呢，大家只关心那个球技，我认为，你真的是你的思维啊，就固定了你的这个前程。我很认真的说这句话。就比如很多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我在这里说内容，很多人看啊，张叔你黄头发好，啊张叔你蓝头发好，蓝头发显年轻，黄头发显老，又有人说黄头发好，蓝头发不好。我操，这个是你们关注的重点吗？你们就把那个画面黑掉，就听我讲就行了，不用去看我的头发的颜色或者是我的穿着，这个品头论足的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嘛，是不是这道理？所以我们抓事情必须得抓重点啊，这个是必修课。基于为什么我不去和吉米谈这个事情，即便是我英语很好能和他去谈这个事情，我也不会谈。为什么？因为他我在视频里说了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他是一个混子，就他不是一个做事情的人。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如果说假设啊，真的和他谈说你在抖音上面开了账号，不断的发段子给我，我把段子要求给你，你把它拍给我，然后我后期加工配音，帮你圈粉，圈来的粉他妈的有空远程做一场直播，或者是你到中国来怎么地的，反正出场费也不贵嘛，就这些对我来说难度没那么大啊，就真要去执行难度没那么大。但是他不可控，你知道吧？混子一般是不可控的，他的自律性其实是很差很差的。我说了，吃喝嫖赌抽的还不是单纯的这玩意儿，你说怎么玩？能理解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我肯定是努力把它做好的，要么不做。而且我已然已经是躺平生活了，我为啥还要去搞这种事情啊？是这样吗？然后我不知道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二哥那千年万年老二，二哥吉米和胖子李到底哪个人知名度高啊？但是就我这个年纪来看的话，我觉得吉米的这个知名度应该是比胖子李高一点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所以我认为如果他真有兴趣做自媒体的话，我认为不会太差，真的不会太差。你们小合作刚才名片也给你们看了，下面有个邮箱，你们自己发邮件好吧。就特别那些喜欢台球并且有台球斯诺克资源而且爱好的话，你们自己联系呗，就当我帮你们要了一个联系方式，仅此而已。好，这个事情说完了。所以我奉劝大家，就规劝大家，恳请大家，恳求大家，关注点必须得正确，关注的事件必须得正确啊！这个断章取义这种事情真不要去做了，没意思的。我甚至看到在弹幕里面说什么菲律宾安全，菲律宾危险系数如何如何高，我他妈啥时候说过菲律宾安全了呀？我操！我也真是醉了，好吧？然后再说一点，就是关于联系方式这个事情。联系方式我再三说了，我不加了啊，因为加了之后头疼。就我聊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我聊得过来；聊30个人、50个以上，我聊不过来。特别是眼睛动了手术之后，看文字特别累，不想聊天了。你说你几年以后要来泰国，或者是等疫情结束要来泰国，现在加了留个联系方式干嘛呢？你是指望我带你玩呢，还是指望你来问我问题呢？那我就想问你，我凭啥要帮你回答问题呢？我凭啥要带你玩呢？对吧？你10000块钱美金出一天，我带你玩。可能你出这个钱我都懒得带你玩，你能理解吧？就没必要。你到时候真到了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比如说被太妹坑了啊，然后被什么骗子骗了啊，并且还在芭提雅，那你找找我那可能有用。你说你没啥事儿，你自己做攻略不行吗？出来玩还得有一个人来做咨询顾问的。我操，你家里条件那么好的啊？还有什么私人旅游定制师的，是这意思吧？别去想这些有的没的，好吧。然后就是第二呢，那个群不加人，不加人的原因是最近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然后在这里就是那些被我移出群的啊，移出群的人，并且没有删联系方式的，或者是删了联系方式的，并且还在看我视频的，先说一声抱歉啊，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仇恨，
只不过是你潜水了啊，我进群要求就是不潜水，你他妈三五天不说话，你埋伏在里面干嘛，对吧？浪费公共资源，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也不便于我管理，你占我微信的名额了，对吧？我微信里面5000个人是分分秒秒就满的，所以就不要占了啊。如果你还想加回来，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你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私信告诉我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嗯，然后那个真正想加群的人。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放了个截图，对吧？进群8888人民币，注意是人民币啊，没这个钱就不要来加群了，好不好？好吧，这样的一个门槛设完，你们就没兴趣加了吧？是这意思吧？你看群里本来132个人，都是交过8888的，也就是我莫名其妙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赚了130万左右，是吧？牛逼吧？这个赚钱途径可以的啊，所以就别考虑这个加群不加群的事情了啊。然后，最后我本来想放到其他视频来做的，就先说一下泰国的水电费都涨价了啊，除了油价以外水电费也涨价了，好吧？那下次我想办法去做一个通货膨胀之后给泰国带来的一些改变，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泰国近15年它的物价没有涨太多的，包括比如说红牛啊，包括比如说带妹子的钱，其实涨价幅度没有太高的，但是连水电费都涨了，我操，这就有点吓人了啊。好，本期视频就先聊到这里，下午要去打比赛了，因为我降级了，降完级之后就是轮到我赚钱的时候了。然后还有最后那些想和我打球的觉得我菜的，欢迎来巴提亚玩，好不好？就我们就按照锦标赛的这个规则，打1万5万10万我都能接受，好不好？拜拜。